女人打架有多狂野，一个用力飞踹，再加上无敌扯头发神功，简直是霸凌现场。可兔子被逼急了也会咬人的，只见黑衣女甩手就给上去一巴掌，直接扇飞好几米，两人扭打在一团，要多猛烈就有多猛烈，他们忘我的只想分出一个胜负，最终都狼狈收场。这种场面在青楼中很常见。这天杨辉楼的艺妓正陪客人玩乐，珠子是明月楼的人，他看到后就横插一脚，推开女人直接抢走了他们的客人。老铁们 shorts 时长有限，点击评论区置顶链接观看全集。